另外，嘉义县议员参选人黄启豪伫咧新港奥运会来举办滴好有意思庆祝同乐系列活动，请来滴老师参加滴幼儿组和国小组两个梯组的囡仔进行绘本的导读，佮有相当趣味的昆虫粘土制作，现场充满滴欢乐的笑声。身为两个囡仔的爸爸，黄启豪诚心感受。相当理解作为父母亲的需求，这是新港奥运会第一次举办亲子活动，未来将每礼拜举行常态性，让小朋友会用为活动体验中探索未来的兴趣，期盼每一位小朋友拢能实现发展。今天是我们好有意思亲子同乐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增进亲子的感情，可以推广儿童艺术。未来启豪会在后援会这里每个礼拜都举办这样子的系列活动，希望小朋友可以暂时远离手机，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为小朋友埋下一颗艺术的种子，未来可以成长茁壮。黄启豪新港乡奥运会打造舒适的环境，内部设计上融合新港在地元素的彩绘墙面，也打算营造亲子共读空间，提供200多本童书绘本，欢迎爸爸妈妈带囡仔来这享受亲子共读时光。每一个囡仔拢真细心，用粘土设计各种卡通图卡，让老师来引导家长的陪同，现场的小朋友是相当的欢喜。亲子座谈会当中，有家长提出设立儿童福利中心的想法，多举办相关的亲子活动，让小朋友能够多元发展。黄启豪引导，若是能当选县议员，将积极促成儿童福利中心的设立，提供更多优先的亲子空间。最新新闻，蔡明东、新港乡采访报道。时代在进步，人也要进步。农业转型和智慧化一直是嘉义县打拼的目标。嘉义县以农为根，以科技为干，让嘉义变农工大县，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风景。2022第16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制裁展，10月1号到3号，欢迎大家来参观。